有腰婆诶，你系哪边？不，一位系高山杜峰嘅泥婆尼，大家都羡慕山杜嘅天堂。唔过佢一下三边做阿娘。哇，这也太夸张了吧！白雪公主变灰姑娘了。你看呀，不只是人，连雕像也带走诶咩？上一次世界发生的那条恐怖问题，给家老人恐吓看下去。观众朋友，大家好，爱熊艳贵，非常喜欢这礼拜。新来分享，了这礼拜了的现场的世界里面，其实同个做薯片，好久没看到，今杯变作线上的草莓。大家好，过来小个听一届派太线。大家好，提上来撞音上。大家好，最美世界让你看到诶，来贝吉哩。大家好，来提上的看见家，让你到下礼拜主题有关的新闻相片。你系嘛个？谁认识他？伏地魔，好爱他，每个人都认识他。哈利波特很红啊。对啊。那这个新闻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不让他们讲那两个字，在媒体上不能用雾霾两个字，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代替。伏地魔不能说的。那聊到你聊礼拜新闻有哪个关系？来看聊礼拜社会看世界。今天聊礼拜雾霾提交问题之前，先从地图开始看，又讲 news talk。地球开始转动，哎，亚洲、欧洲到了哪里？英国。OK， 体重相片。哎呦，那发该东西？防弹衣吗？泳装？救生衣？救生衣？好像降落伞要打那个。哦，有可能哦，救生衣有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中间有这个装置。嗯，它是一个空气的侦测器。来，题目就是我们来看。请问，一只恐怖侦察器是本万人做的呢？第一，吉娃娃；第二，猫头条；第三，捏狗呗。请出示答案。因为我主要是观察他的衣服，就是后面底下那个有点像是狗狗那个。屁股，然后吉娃娃它主要是在路上行走，它不可能飞，所以它可能最它的空气品质最贴近人类要呼吸的。猫头鹰会飞得比鸽子还高，所以空气侦测要在比较高的地方。嗯，所以晚上可能在打仗的时候啊，打仗哦，你会想到打仗？打仗的时候晚上看不见嘛，然后要确认前方空气干不干净，就派猫头鹰出去侦测这样。我原本想在挣扎鸽子跟吉娃娃，可是我想要鸽子不都是？扣那个脚环那个编号吗？然后吉娃娃，你上一次养赛哥什么时候？啊，昨天。Okay. 因为而且吉 Coco 好像我朋友的狗叫 Coco， 所以吉娃娃。哇，这样也能动啊！朋友的狗是 Coco 啊！哇，好来，马上来答案是进口的摩尼贤普古尔哦，解答是陈俊木。太棒了！我们看图就知道答案。那么小一件，那么小，这么小，大家都被那个衣架骗了。鸽子，它利用这样的装置，那是因为鸽子的一个特性。我们看接下来的照片，赛鸽。那赛鸽的特性是什么？就是你把它放出去之后，它会怎么样？自动回来。对，它就会回到你原本放它走的地方，所以它才可以飞到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数据就会回传到电脑里面。我们可以从一个网站的资讯，大家看它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这是大伦敦区 ，City of London， 绿色的点就是鸽子飞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么多点对 ，Westminster，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点，它就会有不同的图示 ，Moderate pollution， 中度的污染 ，Air pollution 的 pollution。然后大家或许好奇，哎，怎么我还认过伦敦的走两件事情呢？
其实会是英国做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在1952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雾霾杀死人的事件，造成了12000名以上的伦敦人死亡。那做马尾安阳种，来看下边李亚团同发。讲到英国伦敦，唔会想到麦根哦，台本总塔桥也是浪浪七。不过在80世纪以前，伦敦是人满来都的小沙滩的工业之都，工厂小沙滩，家庭味道小暖没小滩。虽然空气没那么好，不过啊，因为工业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条路，没带来了好的生活，故说大家没知道没用的啊。一直到1951年12月初5让人走顺，大家来开冲凉。阿妹爱所有的风景都不见得了，行到几路后母猪就会吃到冻痛，跳起不得，慢慢都会引出个伤，连七个的脚都看不到了，甚至行到医师默默的来带路。当当然在高台路的时间都奔查的砰冲到了，连救护车都不敢试出去救人。笨蛋会跑到天堂的屋檐，因为读到了东汉间的天使变化，结果他就跌下来了。鬼在伦敦五日都见到雾霾度，因为了气管炎、肺炎、心脏病、痴迷、保护，竟然在伦敦死掉了12300人呢。因此也在比起英国天天的清洁空气法案，减少了沙滩的使用，专家要开始研究雾霾对人的影响，大家要行到几路方抗议呢。80世纪过去了，21世纪的今日，世界还是在对抗雾霾，那是怎么算哦？不，无上也是人类的运命。听你家题目，你从李亚仲体图考去看。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 WHO， 你们看到什么？红色那一块很红。红的，你觉得是空气品质好还不好？特严重。没有错。这几个地方我特别指出来，有没有什么共通性？为什么他们的空气污染好像特别严重？我知道，开发中国家。那我们看好的几个地方，最好在哪里？加拿大跟美国。没有错，尤其是你看加拿大，很绿，超绿，几乎没有绿色以外的颜色，空气非常的好。来，我们看下一张照片。有人知道这是哪里吗？大陆都空气不好。张雨超刚才说什么？这是婚纱口罩做的婚纱吧？啊，你看得很仔细哦。好强哦！来，下一张照片。结婚要有什么？戒指。Would you marry me？ 要拿戒指。看清楚了，这是一个好看的戒指吗？还蛮有型的。来，我们看了婚纱，看了戒指，那跟题目有什么关系？有请 Newstalk。一个金子，一个 tips 是乜嘅攞？第一，用来侦测雾霾；第二，用来推散雾霾；第三，本有雾霾。哎，有答案了，来，请出示答案。那个戒指感觉里面是空心的，不是吗？然后那边不是有个黑黑的正方小正方形？是，感觉一点进去那个雾霾就可以收集。高科技有点。我还跟那个一样 ，Siri 一样嘞，收集雾霾，吸尘器就启动了。它那个可能只是小型的侦测器，然后会显示在电脑或手机。我觉得它可以直接侦测吧。它就亮个灯就好了，有没有？就好了。空气好，绿灯；空气不好，橘灯；很糟糕，红灯。我设计的戒指还比这个好了。就因为它很奇怪啊，而且跟这主题要有关系吧，所以应该是侦测啊。
这是什么字？雾霾。这是什么字？雾霾。这是什么字？哪一个跟主题没有关系啊？侦测。哦，侦测究竟是三位一致认为的侦测雾霾，还是非常特立独行、有自己想法的张雨韶队呢？请看解答。失忆啊！连我都不相信，你还好吗？我可以继续解说吗？你是因为这么不合逻辑的答案却是正确答案，所以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来，你听我讲，你笑的同时你听我讲，你们看这边，你刚才讲的关键，中间那个黑色的，就是一种石头吗？不是。来，下一张照片，夹链袋里面这个，那是什么东西？你们猜？脏污吗？就是他收集来要做戒指中间那个黑色的那个空气污染物。哦，什么东西可以收集这么多的雾霾来做戒指？我们看下一张。哇，机器好大。这就是一个空气的净化塔，脏空气进去之后，干净的空气出来，然后被隔离下来的那些脏污，最后就拿出来变成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粉尘。嗯。我们也很好奇这个净化塔怎么运作，到最后的戒指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我们来看 NewsDoc 的解说。蛤，这个是用雾霾颗粒做成的戒指？那这些颗粒连看都看不到，怎么捕捉啊？哦，吉意思的就是一台七公尺高的空气净化塔吗？它是一个荷兰设计师发明的哦，因为啊，日本北京的雾霾好多，故说给天做一台上司就成衣。给做嘛？该给上一桶雾霾颗粒做成戒指啊？因为它一个清空的计划，是透过群众募资网站，意思青岛名友捐款赞助的完成的哦。故说啊，它就送本大家一十一粒雾霾金子。那这个净化塔可以净化几多空气呀？一座净化塔差不多做得清一座局球场案发的雾霾哦。发明家讲，迄工种咧几啊百撮，就做得工台北京差不多20%-40%的恐怖哦。那剩下的空气不一样呢？总不能用大家的肺来净化吧？哎呀！来，我们鼓掌，谢谢这个这么优秀、这么会跳脱传统思考的这个张雨韶。我们进行这么久的小窝看世界，好像不曾达文两题只出现一颗地球，好吧？这也是你的创举，谢谢、哦、有你的一套。因为这礼拜有比较难一点，但我们认真看。接下来第三题一样停留在北京，我们看一张照片。有潮奥运的、嗯，两个都讲到关键字了哈、哦。为了奥运盖的一个体育馆叫鸟巢，因为它。造型就像一个鸟的窝。哎，你看那飞蒙蒙的吊的，还一张相片来看，一样是鸟巢，差别在哪里？比较干净，比较蓝吧，亮亮空。这个是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那前后一个月左右的鸟巢都长这个样子。这两张照片，老你题目就马个关系又强 ，NewsDoc。北京天堂出现的奥运蓝的原因是乜嘅呢？第一，所有的工厂都停工诶。第二，本北风吹散脱咧。第三，所有的氢化塔都开咧。让工厂停工，停工一个月也有点夸张。他要发薪水啊，会亏本。会亏钱。基本上一个国家他愿意砸那么多钱去盖这个东西，就是假如奥运结束之后，如果这个建筑物的观光客够多，他可以赚很多的门票钱跟观光的收入，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就是不用去在意这个工厂停工那一两个月，那个钱我就是赚会超出我们所亏损的钱。因为北京一定大陆一定知道自己雾霾这样很丢脸，然后而且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所以他一定要弄得非常的干干净净的给外来的人看，所以他一定会叫所有工厂不要做。有请 NewsDoc， 好可怕，这个是第二个。解答是，哇，好听啊，给你一半。好一个，我们是敌对，好一个，拿出你们的地球。Yes，
哦，两个了呢。我是绿色的哎。你不要闪，不要讲话。但是来，身在台湾，他说没有人有资格叫我爸爸，叫我们家停工，那是我们的工厂，只有我们自己能让自己停工。但是在中国大陆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 Newsdog 的解说。哇，董昌边起诉的，北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啊？让雾霾一嗨就唔见脱嘞！不不不不，很简单啊，就是停，工厂停工，巴士停驶，但好老顺好的调查，总得控制时间释出去，所以为污染空气的发通种下都停下来。不，那雾霾问题解决了吗？奥运期间是解决了，不过啊，奥运过后工厂又开工嘞，茶的又早清洗出来嘞，雾霾又转来了。过来按压深一点，其实不见脱嘞，北京又变回灰姑娘了。专家估算，空污被北京市民拖延的数年，少了5年半。难道他们都没有想要做什么吗？不，据说北京市长宣布，爱的经验停的所有烧杀炭的发电厂，唔知安样做，做得改善空污无？希望北京的人民做得夹夹拿铁做下面，大口吸气。进行今天最后一题之前，我确定一下，冰淇淋，你看一下底下有球吗？你拿出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啊，有啊。有吗？好不好？好，可以放回去，不要放在架上哈。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你究竟能不能破蛋，就看这一题了哈。我对你有信心，请看地图。哎，地球开始转动，从台湾往下，哇，新南向政策哎，有没有？印度尼西亚。往南走。哦，印度尼西亚。从照片开始解读。嗯，仔细看哦。这原本是那个种东西的地方吗？放火烧林。哦，你在哪里看到火？我猜的放火烧林。哇哦！因为他们刚好在热带，就是应该会有雨林的地方，会有丛林的地方、啊。嗯哼，大家讲的都没错，就是原本是森林，种东西种的就是树、嗯，然后树怎么不见了？其实是被火烧掉的。那为什么要放火烧森林？是匪夷所思，就是跟我们的题目有关。请看，请问，用不同原始森林烧青青哪？第一是工厂，第二种树，第三是培养基础。请出示答案。哇哦，终于有一次三个选项都有人选嘞。前面有说他现在要开发嘛，就是开发中，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那个，所以要找地方，所以就把那个森林就烧掉，然后去重新盖工厂，因为他要开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的新闻，落后国家要盖机场，然后让其他国家人可以搭飞机去。好像是他们应该也知道空气污染有很严重了吧？嗯，那为什么还要再盖工厂？已经比较严重，那干嘛还要再盖？他们种树应该是让更多干净的空气冒出来。可是种树这样，就是换新的啊，不然你一直用同一棵树，它应该会减少吧？你有病吧？换新一新，那你就直接种就好，你干嘛把它烧来种？先烧掉再种啊？这是去烧快脆过土地才可以种东西吗？我们两个先走了，没有我们的事吧？那到底三只答案都用英先，最近的答案是哪一家？看下看 Newsdog 的解答。哒哒哒哒，暗爽的感觉是不是？大声笑出来没关系，好吗？来，把你的球拿出来，第二颗地球。来，我们看一张照片，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小树苗。对。就是它确实是烧那些森林造成很多空气污染，但是种的是跟原本不一样的树，原本烧掉的是森林，种的是
棕榈树。这是不是可以产油啊？棕榈油。然后印尼为了要大面积的种植棕榈树，只好把原本的森林全部砍伐殆尽，全部烧掉，就会有很多土地赶快来种棕榈树。那国家果仓到底有哪些其他的影响？因为有蛮准做的，人就从 New Stock 来开始。烧掉森林，然后种棕榈树，听起来挺奇怪哦。因为棕榈树的果子做得做出棕榈油，韩国棕榈油是世界上用量清淡的油，不是给浪得的、冰的、淡淡都会用哦。那烧森林会有什么影响吗？因为烧掉的森林实在太多了，产生严重的空污。起面啊，还要离开自家迄个地方，空气会受到动态的影响。韩国人类做的板屋，不过森林底部的风魔神神连屋都无咧。不过啊，一下事情又变化了。已经由东罗泰公司大约在2022年前减少用烧森林的棕榈油，希望有一日会卖给病的人搭的都不是造成空气污染的凶手哦。不来开始我们的心得分享之前，不是奖赏也不是惩罚，一人拿一个，你们有一个小任务。我们是不是讲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吃的也好用的也好都会有很多的棕榈油，我们随机就是我们生活可以拿到比方四个小点心小饼干，帮我找一下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成分，有没有找到？有。它写什么？棕榈油。它是一个非常普遍，你我可能一天会用到超过一次以上。就因为他竟然把整个森林都烧掉，当初我们听看到那个答案还会想说他是不是要烧掉然后让它重长，它就不是，它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大规模的火根然后种，就是因为太多东西要用到。今天看了这么多跟雾霾跟空气污染相关的新闻，对你而言印象比较深刻的又是什么？我觉得那个雾霾的戒指很特别，就是你有捐钱盖那个净化，帮忙盖那个净化器的那个人就可以拿到一枚戒指，然后那里面就是装那个雾霾的脏东西，我觉得很特别，但是好像有点讽刺。他们竟然会想到要把空气侦测器绑在鸽子上面，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是我对于英国曾经有雾霾这种很严重的事情发生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在我想象当中，我都是觉得英国好像是很多人向往去留学的地方，然后看电影里面感觉就很美，然后里面就是白皮肤啊，然后整个城市看起来很明亮，充满希望啊。刚刚看照片觉得有点吓到，现在也要唤起大家的注意。刚才工作人员警告我，今天的处罚，我一打开来可能会跑出来。鸽子，不会是那个戒指吧？那个。来，好酷哦。还好你喜欢，因为是你要戴的，好不好？刚才你们有没有印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州空气最好？加拿大。而且很重要的，不止产地，是空气最清新的加拿大。你们猜我们是在哪里买到的？加拿大。对，你以为是加拿大买的，其实不是，它不是加拿大的商人收集加拿大的空气卖到中国大陆去，所以我们是从中国大陆就是网络上标回来的。看能不能浪费空气，喷出来怎么样？怎么样？再一次，没有味道。我帮你，没有味道。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森林？把眼睛闭起来。两位尽情享用你们的奖品，然后你继续带，好不好？接下来五天你就要带着它了啊！注意，哈拿到神奇的挑战，那各种的奖品的处罚，我看到大家礼拜六暗的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谁有嘞？四 K 谱，拜拜！来，你不敢分，我帮你分，好不好？不要浪费啦，这很浪费哎！都没有味道，都没有味道，我要喷味道，没有什么味道，超酷的。如果你也能喷，那我们比赛比假啦。人家是拿到两颗球，先生你拿到几颗球？零颗。戴上你的防毒面具，好不好？好酷哦！
怎么样？你有什么差别吗？有没有闻到不一样的味道？有枫叶吗？有看到枫叶吗？